我们当选了三款网票，现在非常非常火爆的网红零食要跟大家做一期测评。关于素食是一个社牛，但我其实自己稍微有点社恐，我平时不太爱说话，所以我就是也还一个I人努力往E人在坑，这也是我自己的梦想，所以我拍完过程中其实我也很开心。我自己非常希望自己变成一个外向的人。今天的新闻真真真真真好，记得走半就买两份吧。